针对中国香港当前局势，法国前总理拉法兰近日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表示，近来香港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暴力事件，令香港社会各领域受到严重影响。他强调，暴力是一条死胡同，注定行不通，香港目前急需通过对话重回安定。拉法兰在德国柏林出席活动期间接受了记者专访。拉法兰首先对香港近期发生的极端暴力示威和违法犯罪等事件表达了担忧。他表示，香港近期发生的事件让全世界通过电视画面看到了非常极端的暴力行为。我们认为中国的这片土地香港必须要重新安定，这也是法国官方的立场。电视上的画面让全世界看到了香港近期的事件，我们看到了非常严重的暴力，我们也的确看到这种暴力严重拖累了香港各行各业。相比法国警察处置黄背心运动时的表现，欧洲著名汉学家顾彬近日曾指出，香港警方在应对示威者时表现出了克制和宽容。对此拉法兰表示，正如您所了解的，我们在法国也经历了与香港类似的这一切，尽管形势和背景原因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暴力是一条死胡同，暴力起不到任何作用，只会带来负面影响，只有对话才能推动问题解决，创造条件。为了避免局势紧张，对话的作用应当得到加强，在这一过程中各方可找寻和解之道。拉法兰表示，中国政府对于粤港澳地区未来发展有着很强的战略设想。他注意到中国政府制定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也注意到深圳、珠海等城市近年来的发展，尤其是深圳的崛起。拉法兰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将为这一地区带来巨大的变化，大湾区内的城市未来将吸引大量人口聚集。今后最现代化的城市将出现在大湾区，而粤港澳三地未来将有非常大的融合发展空间。如今那些挑起暴力的势力实际上正在拖累香港取得进步和向前发展，而如果大湾区相关项目因为香港发生的事件而被迫搁置，这种阻滞最终损害到的还是香港，这正是我们呼吁香港重新安定的原因。对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不久前宣布的打破目前困局的四项行动，拉法兰表达了乐观态度。他表示，只有对话才能为推动问题解决创造条件，为了避免局势紧张，对话的作用应当得到加强，在这一过程中各方可找寻和解之道。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